九韵藤香普洱茶邀你关注香港卫视东边西边。五月惊奇战鼓阵，仗剑天涯齐绝尘，天意猛虎斗群兽，独挑大业天围城，九韵藤香天选大成。离深圳市中心不到10公里的龙华新区，有一个叫三河人才市场的地方，这里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求职者，其中有几万人选择在三河瘫痪下来，成为无业游民，吃5元一碗的挂壁面，喝2元2升的大水，抽5毛1根的散烟。青蓝水挂壁面，三河生活真绚烂，这是三河大神们的自嘲。那么三河大神是怎样一群人？他们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欢迎收看本期东边西边。我觉得现在的快递大家都认为他们都是很没钱的人，但其实里边他有的那种拆二代，知道吧？对，拆二代就是在那个他们老家他的房子拆迁了，我知道有一个这样的，可能是给了他20万吧，他就拿着这20万就来深圳了，在深圳就在那个地方他就挂壁了，他就挂壁了，就每天他也就花那么一点钱，他说他可以活很久，就是这样。这么一群人，还有其他的也有，其他的像那个也是说有的说他们这个能力低下呀，不想去搞什么呀，他们确实是，我知道的，他们就学历很低，有的小学甚至都没有毕业，地铁都不会坐，就是地铁不会买票的，就他们，但是那里边还是有一些那种技术工人嘛，在那个建筑工地上会搞这个水电的。现在搞水电的建筑工地上一天可以搞个500-600块钱，是闹着玩儿一样。对，但他也是很没钱，也在那里挂逼。我就反正你搞不明白他们在想啥。反正这里边的人，就我现在看到的材料啊，好像是也是什么人都有，就是什么背景都有，不是简单的就是好像就是一类人，实际上也是各种各样。OK， 背景不一样了，是不是凑到一起以后，每个人的生活的这个节奏，他在这比较相信，有一种共同。对，就是所以说，他实际上是背景不同的人，选择了一个类似、共同的这样的、就是相似的这个生活方式。在这个路上有没有见到一些别的比较有意思的人物啊？第一次吧，第一次跟他们接触，那天晚上骑自行车还下了大雨，凌晨4点，我百度贴吧是吧？百度贴吧有一个叫龙华吧。龙华吧 ，OK。对，就龙华吧，三河大神吧，我在那里就看到有个人，他说：“哎，我洗白了，谁给我买一瓶水啊？买瓶水，我送他一盒烟。”然后就说我给你买瓶水吧。我就以为他没钱嘛，他洗白，他说他洗白了，洗白的意思就是在网络上赌博输光了，意思就是行话嘛。然后我就去了，说我说我给你买了一瓶那个绿茶，4-5块钱一瓶的那个，然后就买了几桶泡面，就给他。我说我给他，他说泡面我不要，我就只要水。所以你就知道他就很有原则是吧？他很有原则啊。他说我就一盒烟就是换那个一瓶水。他不愿意，这是白送的东西。对，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施舍，这个是 OK。这个是三河那些人，我不说大神吧，就是三河那些人，其实挺重要的一个原则，挺重要一个原则，就是坚决。他不会接受施舍，你看他还是一定要干活，他不会。OK， 对。而且这个说明他对第二天还是有希望的，第二天还可以打工，还可以收钱。他是要去工地上，他说了。Okay， 他是不钢筋工嘛？对，钢筋工一天，钢筋现在也能搞个300-400块钱，4-5百块钱也是， okay， 对，这样的。OK， 所以他就是遇到了尴尬的一个境况，对，很尴尬嘛。最后我就把那些泡面就拿回家自己吃了呀。那他的烟你收了吗？烟肯定收了呀，也收了。Okay， 这是公平的交易啊！我不收，他就觉得我是对施舍他，不收不一定好，对他来说是不一定好。啊，你是从刚开始看到现在，你觉得你对他们的看法有变化吗？
看法是吧？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玩是吧 ？OK， 我也跟他们一起去搞，很洒脱的这个东西。你想一下，我只要工作一天，我就可以玩三天呀，对不对？很洒脱，就跟以前的江湖上那些大侠一样，对，就特别洒脱，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然后他想赌博就赌博是吧？对，就是。有一段时间我是很向往那种生活的，包括我在那里待着的时候，有一个，哎，上海的，很出名的一个公司，我不知道，就不说名字了，一个汽车公司，他那个是个研究生，他说他的生活压力很大，他就跑过来山河那个三河想挂逼，就是想体验一下这个生活，他碰到我了就，因为他那天在那里拍照片嘛，就被抓到了。就要打他那军人，然后就是这个矛盾化解了之后，我说你想干嘛？我说你想去哪儿的话，我可以领你去看一下。就所以这个是陌生人进去拍照会被打了吗？对对，因为他们很惧怕这个镜头的。哦 ，OK， 这可以理解哈，因为是一个社会边缘的那种存在。对。然后我就我说你是想当这个大神吗？他说是有这个想法。我说那你现在直接躺在这个台阶上，就是睡觉。如果躺得下来，你肯定就可以做这个事儿。他说躺不下来，躺不下来。当天晚上他就打飞机就回去了，回上海。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是吧？对呀，对呀，对呀。很快乐。那些人他并不是说没有钱就会很痛苦。如果一个人他我觉得是没有钱很痛苦的话，他肯定会不会做这个东西？不会做这个大神的。对，肯定会直接去谋取别的发展去了，是吧？他不痛苦，很快乐，每天在那里就是上上网啊，就挺好。OK， 所以这个人是很向往，但是呢最后发现自己做不到。对，他做不到，没法放下一些，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自尊心啊之类的哈。没有几个人。你是感觉到这个向往啊？我是向往，我一开始是很向往啊。那我去待了一段时间，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改变我这个想法。就有一次是吧，我在那里也是在那里蹲着，跟他们一样蹲着。就有一个家伙，他很饿，他可能是因为很饿，他晕倒了，就直接躺在那里了。就那个海信大酒店那里，当时有一群人，就是就围起来了嘛。然后他死了吗？他就说他死了吗？也没有人打120。我看那场面，我也挺好奇嘛，我就在那里看，就有一个家伙，就是非常强势的一个家伙，一个老哥，他去过去就把别人就拽起来了，是吧？你要想死的话，你找个别的地方去死，你不要在这里去死。你在这里死了的话，就是警察来了就会拉这个警戒线，是吧？对，你拉了警戒线，我们晚上就没有地方睡觉了。对，我们没地方睡觉了。我觉得这个人性啊，我这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是吧？就是第一次对他们改变看法，就是因为这个事儿。然后那个家伙就颤颤悠悠的，就走到另外一边，就在那里坐着去了。那我觉得他可能是很饿嘛，我就给他。我去那次还给他买了个盒饭，然后我花了50块钱给他，10块钱买了个盒饭，40块钱就给他。我说你如果没有，还可以买点别的东西嘛。我给他的时候，就那种情况下他还不要，他还是不要，还是那么坚决，一直拒绝。但是我就是把钱就硬塞给他，然后我就走了。这是第一次改变我对那个群体的。你是对那周围的另外的那太冷血了吧？有点冷血是吧？本来大家都很快乐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就不向往了，对吧？你不是那么的想过，因为那个地方嘛，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那个地方了。那地方被整顿了。那里有一个小卖部，经常赌博。他们那些喜欢赌的人就在那里赌，有那种赌纸牌的，也有那种搞网络赌博的。就网络赌博那种。就是他有的人把手机给当掉了嘛，就是明白，当给当铺了。就在那里，别人有手机就在那里压住，就在那里赌博。我就是觉得这个赌博也不是很好的行为啊。对，所以说我就对他们那个看法就发生转变。我知道。还有一个就是，就前两天我去那个市场里找工作的时候，5点多，就有一个50-60岁的吧，就是一个母亲就过来找他儿子。他说他儿子3-4年没有给家里联系了。就是在深圳打工，然后他找不着，就来那个地方找吧。我就跟着他们一起搞，就是在那个周围转了好久。就是他也没找着，就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可能赚到一点钱，他去东莞了，就是
这个地方世界太大了，怎么可能会找着嘛？嗯，三四年没有回家，也没有给他家里报平安嘛。我觉得这种行为稍微有点不负责任嘛，是吧？对，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会向往，就是消失在一个大的人群里面，但是对家人来说肯定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对对对，对一个那母亲来说，我觉得是那样的。嗯，像其他的时候，我看那个视频上，说是说过年的时候。啊！大家凑钱买一个西服、西装，穿在身上，然后录一段祝福视频。我在外边挺好的，赚了不少钱，然后给家里发过去，报个平安是吧？然后大家就轮流穿一遍那个衣服，穿完了再把它卖掉。就是报个平安，你至少有一个这个行为是吧？这大家啊，你这个人在外边，家里人就是觉得你在外边，感觉过得还好。就虽然没回家，让家里人不要太担心，对，太担心，太对对，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嘛。我觉得这个也挺正常的，是吧？对对对，你要是不跟家联系，别人就很担心啊，就是到底到别人是死是活也不知道。别人对，确实有个责任，出来后你也都不希望父母担心，基本责任 对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三和市场周围也实施了封闭管理。三和大神们好像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他们去了哪里？三和大神这样的群体出现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欢迎继续收看。2020年的时候，疫情的原因，三河这么一个地方，它周边都开始就是封闭管理。然后我们看到，从当地那边就是这个现象，好像不像以前那么的多哈，就是好像没有，对，就是感觉是基本上就是没有了。那我想问，这个大神是回老家了，还是去到哪儿了？现在还在挂壁吗？有一部分人肯定是要进工厂稳一波啊。OK， 就是说要稳一段时间，要有固定的收入嘛。OK。肯定会也会有人回家，但是现在少了很多，只能这么说。应该是分化，就是说有的人，可能个别还有少数，就是又换个地方继续这样，他就找到他能。东莞啊，就我发视频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就00后吧，我也不知道是，多大的岁数，他就在下边评论，他说我在东莞这挂壁的第几天。那就是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地方。OK， 所以你管一个地方，其实不是消灭这个人群或者是打散这个人群，而是说他可能是转移然后继续做。你原来工厂那种普工生产线的普工不需要了，但是突然送外卖这个骑手突然这么多需要，他这个产业永远，我相信人的需求永远有，所以有的可能就变成骑手了。我觉得这是不好说，好像你干你也干过这个，因为他就拼命的会去找你的需求，反正人们总会有。那如果我们要追溯哈，这个三和大神的最基本的一个出现背后的原因，您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一开始不是在那里找工作吗？有一个人他可能被骗了，被骗了之后，然后他就知道去哪个工厂是这样的，去哪个工厂是这样的，都去过了。他感觉没有在这里舒服，他就待下来了。网吧里又挺好玩是吧？主要是他网吧肯定是有一个精神寄托。晚上我可以打打游戏啊，打打游戏也能挣点小钱。圈子还可以交流啊，网上还有群，还有什么能找到的。可以。所以一部分就是拒绝入职某一个工厂，因为他希望保持自己的一个独立的身份。对，他不仅他拒绝，他在看到别人找工作去，比如说那个景乐新村是吧？就是那个基地，去那里找房子的时候，他就可以喊一下，他说你不要去那个厂，那个是黑厂，跟我一起去上网嘛。对，他有一个这个环境。然后人越来越多，你去的时候，就是总是会被这个环境影响，这个就根本就什么都不需要，就完全就躺平了，是吧？我就也可以活下去，我为什么还要去那里做12个小时流水线，拿那点钱还要租房子，对，太累了，跟机器一样。说实话，做流水线就是跟机器一样。所以很多都是这种主动的选择哈，就是拒绝别的这个比较所谓的稳定的生活，就选择自己自主的一个。在他可能选择的这几个范围里，他选择了这个。选了这个，因为就刚才说，这么一群人形成了一个人群以后吧，
其实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潜在的一种价值，就是它已经有一种信念了，嗯，就觉得这个是对的。尽管你主流社会认为我们不对，你们天天都是在那儿上学上班什么的，这样，而且你在社会的边缘找到自己觉得非常的关键是有完善的一个生活方式，很难，关键是有人群啊，有人群以后，人们实际上建构一个默契，就认为我们这些人，我们他们承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互相是认可的，嗯。其实这里边就有那个就是正当性 justification、就是、对，可以说是自己的一个回应是里面哈有一个认同感，我们圈子里已经建构了一个 justify、oh, OK justification， 就是我们甚至刚才说嘛，都有这个什么了，都有资质的问题了，嗯，就是 qualify 的问题、嗯、qualification 为什么呢，就说你那研究生你不能在这儿睡，你入不了我这伙啊、oh. 就是我这个也不是说谁来都进的就像入伙一样，团伙一样，你要是你过不了这种日子，对不起，你想来我还不认你，实际上是有、这个嗯、就是假的假的老哥那种感觉，实际上这个里边呢，我就觉得他就是真的是因为咱们现在你看很有趣啊，就是我们这些走正途的这些人啊，家长天天在抱怨应试教育，说我们这孩子从小就开始考试啊，努力天天多么累、嗯、多么苦，对对对对对，完了总说就有压力，总说要给孩子减负，我们现在说给小学生不要做作业、嗯、什么，这一层一层都在谈，其实他们所有说的这些努力，嗯，反过来不说，那你真的要是假如不喜欢这些，那你就去做三和大神，嗯哼，可是人们呢实际上又不敢去，就是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叶公好龙，就是所有人都说你要什么什么，不要那个什么，天天好像在那儿打工啊，又是996啊，什么又是什么什么什么66，因为你在社会主流的这个体系里面有安全感，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放不下的，它不光是安全感、啊、这里边还有一个面子荣誉、哎、也确确实实有个生活幸福感的问题、嗯、因为你有开车和没有开车，你睡在那个家里和睡在那个水泥地上，嗯，它确实是感受是不一样的。OK， 三和大神们这种欲望低下、志向低下、能力低下的表现，不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丧文化吗？其实，在精神上，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与三和大神们一样，只是一个在繁华都市的沙发上瘫痪，一个在深圳龙华的小屋里瘫痪。如何摆脱这样的丧文化呢？欢迎继续收看。我那个于老师，你的生活，虽然说是经常在外面跑啊，但是呢，你还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岗位哈、啊。对对对对、嗯，有没有向往这种？好像第二天不知道要干什么，这种性其实呢，真的，我觉得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一种向往，这个绝对不是少数人。嗯，就是所谓什么潇洒呀，什么潇洒走一回呀，你像那个，只不过就是不同的层次的人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东西来表达。对，那你像那个，你比如像这个80、90年代，那很多文艺术家呀，什么流浪是曾经相当一段时间的这个。知识界就是这个，这个文艺界吧，文艺就是文化艺术界的人的一种核心概念。你像那个当年这个在华语圈里边有一个叫三毛，嗯，这个作家，那曾经风靡整个的这个汉中文的这个文学圈。其实三毛所谓谈的那些东西，无非就是在一个我们说好像比较小资的层面上，在实现这种。所谓自由的，就是吃了今天没明天，不管。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个人觉得，其实这种就是日结打工这个方式啊，我觉得在现在这种就是沿海这些大都市，就是这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大都市里边啊，显得很特别。对，其实这个方式在就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在比如说就是二线、三线。这些城市就一般的县城啊什么的，这是个非常普遍的工作方式。很多人说睡在繁华大都市里面的一个舒服的沙发上瘫痪，和在街边瘫痪或者是网吧里面瘫痪，其实
差不了不是很大了。现在的年轻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种说的是这种丧文化。你不一定需要是日结工，或者是你不一定需要是什么特殊人群呢、啊，都有这种共同点。你们怎么评价这个丧文化？其实我觉得我就挺丧的呀，我就是日本的那个大前研写的低欲望社会。嗯，对，就是这个什么。像我就觉得我欲望特别低，对，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丧文化的话，他一个人总是要有一段时间是很丧的。嗯。就我看那个视频，那个人他就是做生意失败了，身上还穿了1000多块钱的衣服外套，是吧？嗯。然后就去三和大神就挂壁一段时间，采访的时候就采访到他了。嗯、他就是我要在这里调整一下，调整一下，然后东山再起。嗯。他就会有这么一群人，这个丧肯定不是永恒的，是吧？主要是我感觉三和那帮人他也不是很丧啊，不是很丧。你丧丧文化，他每天就发一些忧郁的字儿、文字啊，哎，我好难呀，对不对？我放弃啥了？但他们很快乐呀，是吧？对，三和呢，他只要上个网啊，就是很开心。那次我去当那个装卸工的时候，那个人就是做那个泥瓦不是水电的那个老哥，他跟我说，他一直给我讲他打游戏的这个那个东西那个体验。我根本听不懂，但是我就只能是傻呵呵的笑，是吧？但他至少他的表情是有乐趣，他的表情情绪告诉你，太幸福了，他不是说多么痛苦。所以我们应该说丧的并不是他们，对，丧的是我们其他人啊。你比如说他没有东西吃，就是晚上没有钱买东西了，是吧？嗯、一点钱没了，他们去翻垃圾桶就是找吃的，他们把这个行为就称为。这个开宝箱太有娱乐精神，娱乐文化就是一种娱乐精神。可以，不，你说这个东西是丧吗？就在可能是在，正常生活的人看来，就是说，怎么说呢？这种行为太可怜了，就感觉。那我感觉人类应该都是这样吧？就遇到窘境的时候呢，总要嘲笑自己。对，他因为你知道别人可能会笑，或者可能会看不起之类的，那你主动来嘲笑，那就是比较硬的一个。就自嘲嘛，自嘲哈，开个宝箱。今天没有吃，没东西吃了，去开个宝箱。宝箱我没开过。另外，这个体验还是没有。另外，其实蛮重要的。你比如说丧文化这些东西，恰恰来自日本。嗯。而我们知道，日本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对。也是平均咱们正常，日本的贫富分化也是很少的。对。就是说，日本其实它生活底线本身很高。嗯。就是他的所谓的穷人也是都是那个基础，也挺好。结果这丧文化恰恰是在这种社会中出现，嗯，其实就说明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什么都不行。对，好像瑞典也是比较普遍的，我认为这个也是比较平的社会。嗯，你要是真是那种就是我们说生活绝对低，比如像非洲啊，像有些地方，你还真没听说这类丧文化。有水喝就开心，对，是吧？实际上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讲那个对，到底是怎么样。但是就是像刚才说的这种，其实如果你看那个老，如果看历史啊，就是我们早期城市化，比如说中国来说，你要是看清末民国时间，当时有一些口岸城市啊，就是所谓那个，就是像就包括像上海啊，像这个。一些租界，武汉租界啊，天津啊，什么就是，它有一个叫所谓码头文化，啊，就是码头文化，就是这些实际上就是这些打短工，这个然后呢，他呢，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人去管理，没有什么，然后他慢慢自己就形成了组织，这些组织往往就是那种像帮会啊，像什么这样，就是这个都是，而且这些人特点就是好赌，比如都是好赌。这个当时有钱了就大家吃喝，但是他不光吃喝呀，他慢慢就结成了，都是 brotherhood， 都是那个哥们儿义气啊，朋友江湖，大家他们起初都是在残酷的一个生活中，就是团结起来，对，是吧？而且这个这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其实都是很像的，就是他就是对，刚开始都是从这种特别，也很快乐，就是他所谓快乐，因为他精神上还是充实的，然后生活都是那种很低的，说白了，今天有饭吃没饭吃，没饭吃我去要饭或者去捡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就是其实这个我就说这种现象本来它没那么特殊，我始终就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把它给那个长，就是怎么说呢，给它
平常心一点看这个事。可以可以可以，所以就说我们不用大惊小怪。所以我们要想对比的话，这种积极的状态总比丧要好一些，对吧？因为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对，我们想要加强自己，然后改善自己的一个状况的话，我们肯定要积极一点哈。这个也是给社会带来价值。所以呢，就是这个丧，我们怎么样才能摆脱？有一些人真的是可能就是困在一个丧的一个状态里面，怎么走出去？有的是心理呢，就是已经是抑郁症，如果说啊是那个情况， okay, 那就需要那就严重了心理治疗，那就需要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如果仅仅是一个人情绪一段时间的过度的状态，那我觉得那就让他自己就调整，可能最好的那个药是给一点时间，对，给他时间，就大家不要去恰恰不要太关注， okay, 因为你关注上可能是让他反而不好办。 OK, 我觉得平时的时候给自己打打鸡血呀、啊，看看点鸡汤啊，就是励志的。虽然就是很多现在很多人说那些鸡汤，没用，就是说这个东西都是在给我洗脑没用。但是你看完之后，你看一篇鸡汤，你可以就是不丧，怎么说呢？其实你要看结果，就是你会努力，你知道，就是热血沸腾，至少要三天。对，你让三天之后你再看一篇那个鸡汤啊，就可以一直就不丧了呀。不是，也可能你这三天、啊、也可能你这三天之内就做成了一件事。对，这个就这三天做成一件事，然后有一点成就就会激励，不是完全达不到了。哎，这时候就可能就没错，某个契机正好几种机缘啊组合，正好这三天我一般是这么调整变了。就是没事了就在网络上看一下励志小鸡汤啊， OK, 看一下这个。但是很多现在很多网友他是不信这个鸡汤的，他那个就是在给我洗脑，就是啊。其实这个鸡汤有没有效果，在于你自己的对他的反应，对吧？你如果觉得有一点点价值，至少鼓励你站起来做点事儿，那你实际上做出来的事也是你的，不是他的。对，就热血沸腾嘛。对，只要有一点点激励就好了。你要相信一个事儿，工作不会让大部分人感到快乐的，就纯粹是饭碗。你说这句话，我觉得好像。说这句让我觉得好像我们三位都还挺幸福的，是吧？我们工作也可以快乐。我工作，这算一个奢侈品。这是我们这一小时的工作，不错。Accumulate in silence. Time is always a surprise. Shining in the morning sun.Unbelievable. Activate your desire beyond your expectations.人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